fare l'incontro con...大树的，有够大尊的。 这些摄影师们已经就定位了，等一下应该有一个烟那个，什么？我实在想不出怎么形容，很好看的烟火。原来这里有好看的，我都不知道，还好我又往下走。
所以在烟火照亮的城市。好，时候不早了，现在11点多，回家，明天上班，拜拜。拜拜，搞笑。